哥。朱丽叶呀，现在求人办事少穿衣服已经不管用了啊！我去泡温泉，随便看，有的是。你馋我？我很馋，但咱俩彼此已经于事无补了啊！你看阿星就被你馋过劲儿了吧？人跑了。阿星很快就回来了，他只不过去筹出生活费了。人家那是放弃了，细粮吃不着还不着粗粮去啊？你要听瓜哥的，瓜哥是为你好啊。想拴住男人，不能光缠他，缠是有物理极限的。你穿那么少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上来啊！来，你只要上来，瓜哥就帮你劝说雅姐，敢不敢？来，来，来，上来，来来来来！秦轩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这忙我没法帮。昨天不也是假高潮堆出来的吗？不也是让你们一次又一次的不行吗？谁说是假高潮？谁管了？是我，你把谁管了？看到没有？就你们这点情商和智商，一辈子也分不出真假吧？我去，不愧是日本学成回来的呀，演技这么真啊！再教一次，我求你了，教。